撑着阳伞，手拿自拍棒，开箱露营用品店，准备采买露营用品。只不过眼前这位网红可是大有来头。貞子様、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一袭白色连身裙装，盖住整张脸的黑长发，一看就知道是日本恐怖片经典主角贞子。只不过她这回不吓人，反而是斜杠当起 YouTuber， 介绍日常生活。原来贞子每天都睡在井里，一早头发也会和一般人一样乱翘。为了出门，更会仔细梳妆打扮，充满少女心。今日はお願いします、サダちゃん。还和搞笑艺人手演音效扮情侣，一同前往游乐园浪漫约会，搭摩天轮玩自拍。サダちゃん、頼む。不仅上演另类人鬼恋，还去逛鬼屋，更没想到贞子竟然胆子也小到惊慌失措。甚至她也像一般女性一样爱美，对时尚有憧憬。为了一圆时尚模特儿的心愿，还特地请摄影师帮忙拍片。啊，これはね、ちょっと腸がやっぱり硬いですね、足裏でもね。而且贞子也在频道内进行各种挑战，脚底按摩时一样会怕痛。じゃあ私からも何かちょっとプレゼント。じゃん、はい、私の手ぬぐいでございます。他更在频道内当起外景主持人，访问藤原纪香的老公歌舞伎名演员片冈爱之助。啊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、一緒に写真撮ってよ、佐藤さん。行きます。尽管贞子开频道是为了宣传新系列电影，但惊吓系网红的设定，加上可爱的视角，频道开设后已经有130,000粉丝订阅，希望能看到更多贞子颠覆想象的另一面。三立新闻为您报道。